大家好，我是艾麗絲。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上一條的片，吃完早餐買完東西拎了回家之後再搭巴士出來。片頭的畫面就是我在巴士上面拍，如果大家有搭過 101X 相信都不會陌生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海邊對出停泊了金光飛航和噴射飛航的船躉在這裡。來到了十六浦附近，我就落車開始行十月初五街和內港一帶。打風的日子不用上班的你相信都會乖乖地留在家。如果沒有事做就看看艾麗絲的片，還要給like支持。拍這條片的時間距離下午兩點鐘刮暴風球還有個零鐘頭。沿途可以看到商户陸續關門安裝水閘。由於氣象局都預測今次的颱風威力非常之強勁，市民和商戶都會盡量地保護好。我會由康公廟前地一直沿著十月初五街行，跟住就行出內港了，看看魚欄一帶的情況，再會行回去林茂海邊大馬路，最後看多次筷子基北灣啲船避風的位置。原本9月1号是开学日，现在全部所有学校都顺延到9月4号才开学，又可以多日假了。对于小朋友来讲就可能很开心，但是人大了真心不想打风。学校停课，但是还有很多人是要上班的，在这里希望各位在台风期间都平平安安。为什么打风的市民会这么紧张？除了去超级市场扫货，相信这一两日大家都收到不少的短信，除了是政府向市民发出的，还是是亲朋之间互相关心的。这些短信的内容都是记得将个充电宝充满电，记得要储水，记得要买 gas。 而政府就向市民发出了一些有可能是因为台风关系而导致到会停水停电，在信息当中亦都列明了哪一些地区是有机会会发生，提前给市民有个心理准备。经历过当年的天鸽，每一位澳门市民都会记在心里面，除了整个市面都满目疮痍，还有造成了人命的伤亡。所以现在每一次有较强的台风，每一位市民都会打醒12分精神，亦都会互相提醒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记得做好准备。当8号波挂了之后，三条跨海大桥都会封闭，巴士和电召的士都会停止营运，处于低洼的停车场亦都会暂停使用，所以现在应该有很多车周围找紧停车场。而在港珠澳大桥的西面停车场亦都会免费开放给市民使用。银行都关了，还贴满了牛皮胶纸。在台风期间17间的避险中心都会开放给有需要的人士。而我剪片已经是下午的时候了，8号波挂了之后，全澳即时进入了预防状态，大家最好留在安全的地方了。天气会开始逐步转坏的了，而下环那边的内港今早早也有水浸的情况出现过，平时南平门口都摆满了电单车，现在几干净。来到剪片的时间是下午的5:09，气象局刚刚发出了通知，将会今晚9点至12点改挂9号风球。再一次呼吁大家啦，如果非必要的话就乖乖地留在安全的地方，安在家中看艾麗絲的 YouTube 片就最好啦。
咁樣睇咧，水位同埋個路面咧，好似差唔多高。咁啱啱咧就喺斜對面嘅天橋度落嚟，而家我哋沿住爹美雕斯拿地大馬路咧，一直行去林茂堂。
仍然有好多人喺度等緊员工车翻工。咁呢啲车咧就排紧队啦，等紧入停车场。行到嚟呢一度咧，开始感觉到好大风啦。行埋过去筷子矶北湾，睇下啲船嘅避风位置。咁之后爱丽丝咧就要赶住搭最后一班1:30开出嘅巴士翻屋企啦。
咁今集嘅分享嚟到呢一度，多谢大家收睇。如果中意条片，记得订阅、留言、赞好同埋分享，揿埋钟仔，有新片出咧就唔会错过啦。我哋下条片再见。